大家好，我是陈怡珍，我是趋势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。那我们基金会呢，在2007年的时候赞助董阳姿老师在诚品的书法展啊，叫做新选。那么今年呢，2009年从6月6号到8月2号呢，我们再次跟董阳姿老师合作，跟台北市文化局呢一起赞助董阳姿老师新的创新的书法展啊。那这一次呢叫做无中生有，是董阳姿老师呢跟国内8位著名的建筑师啊，包括陈瑞宪、黄永红、阮庆月、简学义等人啊，一起合作呢做一个空间艺术跟书法的结合这样的展出。那么是在当代艺术馆啊，那这次的书法展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于往常，很值得大家去看啊，看看我们书法艺术呢如何能够在空间的展制当中展现它的魅力。那希望大家有空呢，在6月6号到8月4号之间，到当代艺术馆去欣赏董阳姿老师的无中生有书法展。2年前我就有了，2年前我针对当代，我就是想演当代，可是我怎么来，我一定要想点方法，所以我邀约了我的朋友们来玩当代。当然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书法变成我们当代艺术，我想我的用心已经做到，我今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，所以我要谢谢我的朋友，谢谢馆长，谢谢陈董事长，谢谢我的8位好朋友，我谢谢你所有的人来看看我们的成绩怎么样，的确让我担心了好久了，总算怎么办？谢谢你们。